别想逃，恶魔！等等，我们都还不清楚他们的意图。我刚才在社区里做好事，看来你们需要帮助，博士。蜘蛛侠！我去，艾迪，你怎么了？你那新扮相还真吓人，那条舌头就够恶心了。我操！今天某人异常玻璃心哦。我们要撤掉你的臭脸，吸干你的骨髓。每次见你都超开心，哥们儿。那么，你的朋友现在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我带艾迪去四处溜溜弯，如何？别担心，博士，他只是在表达关心了。你们通过了。新不新世界的一些东西仍然没变。那个眼神，什么眼神？为了逞英雄，不顾自己和队友安危，眼睛一闭，头一埋，就冲到敌人堆里去。你一定很自豪吧？就像上回火焰龙那次一样。火焰龙虽然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但好像我杀了那混蛋，代价就是毁了一座村庄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他的眼神。别烦他们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从来不简单，所以我派你去帮忙。如果今天没有蜘蛛侠出手帮忙，我们损失可能会更大。比如制胜所，霍旺达。他是说我可能会再死一次，结束他对我母亲的无限讨伐。你经历了许多艰辛，现在只要你们都安然无恙就行。差不多算吧。我们之后再聊，先去休息会儿吧。我不想当个唠叨老太太，但我记得我说过不要把别人逼得太紧。那是场惨败，如果蜘蛛侠当时没有赶到，情况会更糟。说真的，要是毒液真把敌人，无论真假，我认为你都做得很棒。你的制空时间非常出色，何况还穿着70-80斤重的锁子甲。斯塔克是鲁莽英雄行为评分标准，满分10分，我给你6分。别担心，你会达到满分的，一点点帮助就行。你当时未必能做得比我更好，如果你可以，那就不用复活我了。
哇哦哇哦，不要跟我在这儿呲牙咧嘴的，这不过是一点建设性批评而已。考虑到你昨天才复活，你的表现确实值得赞扬。刚才听到看守者叫你去休息，我也想休息一下，要不我陪你过去，因为咱们的房间都在一个方向，况且没人想独自走过这段走廊。我们到了一间老旧屋子，对吧？不算太差，还能用，结构坚固，还算凑合。我喜欢这些古董家具，都是墨菲斯托早期的收藏。说实话，猎人，我除了对这个地方抱有恐惧外，和你一起过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你之前不在的时候，我来过这儿，想送你一份小小的精美乔迁礼。我打算给你写张欢迎纸条，却发现你的羽毛笔上沾着的根本不是红墨水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托尼。我知道你会喜欢的，这是限量版哦。限量版的什么？哦，你会知道的。那好吧，趁你床下躲着的怪物跳出来之前，我还是走比较好，免得他撕掉我的脸，然后大口大口享用我的灵魂。我走了啊。希望你做个好梦，托尼。你也是。对了，如果听到汉子的尖叫，请不用在意，那不过是我在回房路上的一点仪式感。嗨，我是托尼斯塔克，你要是在听这条消息，应该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我没在拯救世界的时候，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解决世界上的问题，那个东西就在你手中，我叫它火花，一个加密的信息交流设备，专为超级英雄打造。它有着全面的日常功能，个人短信、照片以及电话。出于某些原因，但它还能连通 Superlink， 一个私人社交网络，专供你和你披着披风拯救世界的同伴们使用。你也许会问，托尼，你不就是对通讯部门的失败产品进行再利用吗？你要是真这么问，我就废除你的访问权限，让其他人都知道你是个混蛋。我称之为屁话太多原则。我们那时是多么开心。我的旧日记，也许我是时候重新开写了。这东西我盔甲上装满也不嫌多。
出吗？那我们前进。不，守住，我能阻止他，只有我能。孩子，查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想你。让他开心一下吧，300年了，他每天早上都到你房间来。哦，我想他肯定很难受。不只是他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说话有点生硬。有点儿。你已经做出过很大的牺牲，所以我不想亲眼看你再来一次。人无法决定命运，打不过难道躲不过吗？这是你教我的第一课，而且依然是最重要的，尤其你现在那么受关注。这我知道。对这些人来说，你是神话和传奇，上古大英雄。而且他们说的对，你就是英雄。但我也清楚明白你灵魂深处的挣扎，光是英雄还不够，你需要决定成为怎样的英雄。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你会面对许多选择的机会。现在我得去一趟锻造所，我们的新客人想让你看些东西。当初你我在森林闲逛时就斩了黑暗军团，比现在容易得多。别忘了加莎，永远不会。乖狗狗查理，心情愉快，猎人。下一秒，等我反应过来，直升索已经飞向空中，被粘液满满覆盖。我不明白，斯特兰奇不能用魔法进去。那些外星玩意儿让他失去了魔力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感觉他最近不太自在。看到我怎么做的了吗？我是吸血鬼，我能看到一切。啊，这个末日肯定会很有趣。我们晚点再谈吧，猎人。如果你让托尼等太久，他会冒火的。看看刀锋与巨枪的完美结合。难道看守者没跟他说？我听说了纽约发生的事，猎人。我相信，无论托尼在干嘛，肯定会有帮助。惊奇队长是个。